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易。自然风景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处静室，让我们在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后，能有一处宁静的港湾，沉浸于周边的山水，感受日月星辰带来的善意。自然景观是我们景点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那人造景观则是另外一部分。这些景观中，像长城或是故宫等等，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，不仅具有观赏价值，还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性意义。但有一些景点的建立也并不是我们的本意，而是没有办法才修建起来的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巨坑，我国最终用了10年，耗资20亿才将它重新修填，简直也是世界的一个奇迹。它就是天马神坑。整个神坑是在上海市松江国家妇女区佘山的脚下，它是在二战时期被日本人留下的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这里只是一个废弃的大坑，一旦下过雨，里面就会积水，久而久之，这里面就有了许多的小鱼。于是在当时有很多人到这里来游泳以及钓鱼，但在二战时期，日本人来到这里，他们为了筹集资源，就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采石场，这个大坑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动手目标。于是这座大坑也就被越挖越深，面积也越挖越大，一直到他们停止对这座深坑的开挖。这里最后的面积达到了36800平方米，这样巨大的深坑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个填坑了。它的存在也实时彰显着日本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恶，不顾后果的开采，并且随意掠夺他国资源，这些行为都让中国人深深地记住了他们。这样巨大的填坑我们不能完全不管，久之肯定会成为一个隐患。出于对环境的考虑，所以大家也都在想办法让这个天坑拥有其他的用途。一位英国的设计师就带领着他的团队前来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在勘测了这个巨大深坑的地形以及面积之后，他们就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5星级酒店，将这块原本废弃的地方重新利用起来。这座酒店的修建也是经历了波澜，最后竟然修建了10年才完成修建完毕。我国也投入了近20亿的成本，但这座酒店的成功建成也相当于一种宣告，我们不再是力量不足的国家，现在的我们有实力有信心，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呢？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